大家好，阿联酋为外卖派送人员提供6000个休息站，在中午进攻期间休息使用。现在也听到了阿联酋夏天了，阿联酋多地迎来了最热的天气了。与此同时，阿联酋政府宣布了从这个月中心到九月中心实施中午进攻期间。那么中午进攻时间是中午1:30到下午3:00。那么与此同时呢，阿联酋人力资源与本土化部宣布为外卖配送人员提供6000个休息站，他们可以在中午进攻时间休息使用。